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桂珠，欢迎收看《军人新闻》。第五科村局施工的斗南镇大湖口溪整治工程，我近南市到阿丹桥附近的风信道边坡遮大弯角，连续两天的大雨冲刮，土石流失严重。伫个在地乡亲的叮咛之下，阮哩县议员蔡东富邀集到位的里边县府水利处以及第五科村局施工的单位人员来会勘，避免造成严重的意外。连续几啊天的落雨天，予各地传出严重程度不一的灾情。伫斗南镇大湖口溪整治工程，我阿丹桥附近的风顺道堤防才拄仔完工，嘛煞因为即几天的雨水，造成沙土流失严重，出现过来的大坑。逐天来清的呢，迄两个外头，逐天来清的。今仔清了，下晡若阁落雨，伊阁落落，逐天都离遐清啦。不就一直塞？伊这把保固期过吼，就变作百姓农民爱家己清啊。拢无人清的时阵，人讲甜起来的时阵，就内底就变泥池啊。笋农的遮吼，伊这排水啊、漏掉啊、积掉了了后，是规片的规十家，遮了拢变水池啊呢。因为这工程才拄啊完工无多久，就出现安尼的问题，是乎在地乡亲真烦恼。之后若是拄到更大的雨水，是要安怎？加上伫将军里的仑仔溪，挖78线快速道路的风顺道路，同款有工程修复不足的状况。为此，在地乡亲是向云林县议员蔡东富来顶前，八号早起邀集县府水利处以及第五河川局的施工单位人员来会勘。边啊，当初是为着。这个要用迄个生态光华吼，所以是用绿造的啦。那么乡亲附近所有农民咧反映就是讲，这个继续处理的话，以后主要落雨，这个外口的排水甲积水，农民咧用的食水的问题，若去塌的，事实上就会一直淹去啊嘛，吼、哦、啊，所以向我服务处反映吼，今日邀请第五号川局吼来现场啦吼、哦，希望讲即只。包括顶在搁咧做，吼、哦，是毋是对这个生态光滑，因爱落去建议，落去加强也好，也是改变工法也好，啊无像这加小小一阵雨尔，就帮伊。对地方来讲，你这个建设是有可能因为恁这个建设附近的农田以后落雨，就是爱淹水啦。经过勘查了后，第五河川局的施工单位人员是表示，会赶紧将现在状况进行登报，赶紧来解决工程的问题。这个我们五月底刚竣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下雨，所以会发生这种冲石沟的现象。那因为这至于工法问题，我们会带回去做演绎处理。随着时间越来越晚，洪台平缓期，期待工程的状况会当赶紧解决，避免未来有意外发生。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